转吧。然后战斗陀螺有事无信应，推了，现在开始修理战斗陀螺了，把它改装成绿色的装在它下面。暴风巨神加上地狱波动三头犬的脚，变成波动香港脚。到底能不能改装成功呢？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啊。开始，你有给它对准吗？有对准再转吗？你看那个对准要对准哪里？这个设计不是真正陀螺转做这个转动。你有看到那个洞吗？只有用力是没有用的，没有对准那个洞就转不进去。哇，又装好了一个。还有一个呢。哇，怎么会走在上面啊？太可怕了，居然练成一个超级无敌武力棒棒屁大绝招。这个很稳定。还有这个呢，波动三头犬。我看看哦。你要修理这个波动三头犬哦。开本书。继续转呀转。什么书？没有书了。刚刚那个照片，救命的。他说要见。